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刮这一张好运到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300000元哦，那有超过是23万个5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这次挑选尾数是27号，希望可以中大奖，号码是0618740027。玩法说明在这边哦，只要刮出这个牛先生这个大头照啊，即可得该符号对应的奖额。刮去就在这个旺旺这个。凤梨往来的旺的上面呢、啊，来来来，马上来开刮，希望往来旺旺旺啊，凤梨旺旺旺，第一个没有，猴子没有，上次在右边刮到，早上在这个位置刮到，这次有没有可能呢？这边小羊没有，还没有还没有，老鼠没有。下面有没有大象？没有。哎，再没有。在这边，这边还没有。哎，这个是也没有。没有什么没有，都没有看到那个。这个有没有小猪？也没有。来一个大有没有？有没有来一个？来一个！哎、欸，没有了，真的快就刮完了，100块就刮了，果然不耐玩，一下就刮完了。看一下 ，TP 哎、欸、，TP 看到 P 就没有啦，看到 P 哇 H 啊 H 在这里，如果是 O， 除非这个是 O 啦，不然就没中了。TP 没有 O 啦，所以这张是乌龟，看到 P 这张就可以确定它是输了头奖，不然就是乌龟了。好，最后总结一下吧。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好运到刮刮乐，尾数27号，宣告干股做了100块的公益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